当时你是咋个把我眼冻成的？白露、好像是，是多的了。像是这样，这样抱着他的。好，继续。我死也不放手啊！我拼命抱着他，然后他就把我摔来摔去。我想你是一力接力，樊前同严冬生的一举一动，所以严冬生咋个也摆脱不了你。严冬生的耳朵是咋个被割下来的？当时一片混乱，我也不知道。那个矮的好像是拿着刀要从后面砍过来，我当时闪了，我这一闪，只听到啊的一声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那是说，是自己人看自己人喽、哦。啊，是的，是的，就是自己人看自己人。就是这样啊，好奇怪啊。ID 那个是咋子的？哎，我晓得，我晓得，我看见了，他是往那，我直接跑着过来，我直接飞了上去，嘣的跌下来，然后就死了。招顺水推舟，两掌像地板接力，力越于后，魂惊全身。你已准备好大开杀戒了吧？点了他的云门穴，形成血栓，沿血脉直通心肌，血栓堵塞右脉，血液不通，
行机停顿。把我们那个一撞，就把我撞出来。哦，他把我推到水里，硬把我头往水里按。我当然跟他拼命了，我跟拼命。可是我也不会水。那严东升是咋个死的呀？你是故意把严东升拉到池塘里的。你让水压把严东升拳头的力度都卸去。去太阳穴刺激迷走神经，就是不死，大脑神经也必严重受损，终身瘫痪。你用这么狠的招式，是要杀人灭口吧？刘金熙，你到底是啥子人？我命大了。可以了，辛苦你了。